百鼓齐鸣是结合了388位鼓手一起同步演绎的24节令鼓演出。这个活动结合了超过15支学校鼓队，同时也邀请了来自柔佛和关丹的鼓队一起组成388位鼓手打鼓的壮观场面。而百鼓齐鸣也到了三个地点演出，首演在吉隆坡寻人小学大礼堂，紧接着是在吉隆坡磁场街，而第三场则是在佛光山东禅寺。百鼓齐鸣巡回演出也正式顺利完成。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学校的鼓队一个演出的平台以及参与大型活动的经验。在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之下，百鼓齐鸣得以圆满落幕。透过这个活动也团结了来自文化、教育、商界的朋友来协助完成这一次大型活动的任务。百鼓齐鸣的缘起，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在过去的2016年，国家甚至是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不好的情绪，或者是说不好的一个能量在那一边。我们希望把一些好的讯息，把一些好的正能量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大家能够有正能量之余，能团结一致去面对我们的未来。百鼓齐鸣这个活动，动用的经费是非常庞大，主要是因为牵涉的人太多太广。从普通的膳食安排，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次的排练，每一次的演出前的准备，所要准备的罗里啊、巴士啊等等，都是非常庞大的数目。这次总共动用了大概是15辆巴士和15辆罗里，甚至还有两辆大型的 container 来运输我们的器材，还有我们的鼓手，甚至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目的地进行表演。其实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是，在我面对这一切的困难重重的挑战之下，我身边有一班很好的朋友在扶持、在帮助、在协助我完成这个任务。他们是有来自一些专业团队，比如说是拍摄的队伍，从事餐饮业的，那我都很开心，我的朋友都协助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另外同时也要谢谢所有帮助我们的爱心家长，他们都是无条件的付出，去协助我们保护这388个孩子的安全，来打点他们的膳食等等的一些日常培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很小的事情。我是 Mrs. Audrey Ong， 我是 Kingsley Ongjin 的妈妈。 Kingsley 今年是6岁，已经在 VR Drumming Academy 有好5-6个月的训练。Kingsley 因為是6歲，所以對於這個大的表演是非常之有挑戰和壓力的。這個大的項目除了是一個挑戰，也都對起人生是一個目標來的。其他的小朋友也会看看自己怎样提升自己的目标和追寻自己的梦想。我想跟大家呼吁，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来发挥小朋友的天分，也是更之大的平台，来发扬光大我们华人的文化。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鼓乐去教育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了解文化之余，更能够把这个祖先的智慧，把自己的一个情绪管理好。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团员们，我的队员们，我的同事们，协助完成我这一次的这个艰苦的任务。因为没有他们，我相信我是非常难达到比预期更好的一个效果。下一个计划，我们 VR 希望可以把这个24节令鼓的文化普及化，让它的这个文化种子可以传播到更加的远，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